猫头鹰给我说他有相出来一些新货，叫我去看一下。好，我们去寺院里面抓一下猫头鹰，看看他给我们相了什么。等一下嘛，等一下嘛，我刚刚没有找到你。来夹个麦啊！这个的话，它镶的是四叶草的耳钩款，好好看呀！我的天了，我不会戴，你帮我戴吧。这个来看一下。轻一点啊，轻一点哦，轻一点啦！不要，不要用力啊！拿来，你的是录的没有？我不信你不要戴。可以了，好了，可以了。好痛啊！没有动，你害怕呀？我不是害怕，是你的拿力的力气太用力了。不好看还是我好看？好看，好看，漂亮了。谁好看？哦，我好听大家好看的，你不好看。这个耳钩的话，特别的修饰脸型，它是四叶草的耳钩款，颜色很好看。哇塞，你们看姐姐们，这个蛋面的品质好好看呀，比我买之前的那个蛋面还更好看。它是四颗纳阳绿色的小顶珠镶嵌的四叶草款，很漂亮，耳钩款特别的精致。这个卖多少钱一对，猫头鹰？静静的价吗？好不好？现在我们一下呀，一下呀，不乱。一下就不用谈了，这两对还给你。飘起来了，猫头鹰。你看品质。这个算200一对行吗？好不好？好。好不好？好。你算200一对了。你给你包包里面倒也不要倒。刀要不要？没有。刀看你多少钱，就拿走嘛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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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有你看粽子要好好给嘛。现金买断嘞。我今天现金买，我的现金买断就拿过来的呀。对呀、啊。大家都预好了的嘛，对不对？它这个耳钩款的话，我之前还从来没有卖过。底部的话颜色非常的好，很干净，起冰起胶的，小蜡绿色、种水色，非常的一流，很好看。就是价格有点不到位，200一对。没有没有。加十块，一对加十块。我报纸习惯没有问题，你去买不住。再加十块，220。你怎么脑子痛了啊？没要不220。可以的了，猫头鹰。没要不你好好给。那就这样子吧，一口价钱230一对，最高了，不加了。行了，我就给你现金，马上出钱，11对全部打包带走。我刚才本身来得近的，你看。下次多多给你开张了，哎呀，就这样了。3Q。那这两对。这两对我不要。妈妈。我要这个款。我就比较喜欢这种带面，颜色好，种水好，而且上耳可以直接配的。虽然这个是银饰，但是它的品质都是达到镶金的，颜色真的很好看。好朋友的名字都可以是我们本身的，真的。你看嘛，我都是带着现金来的，26。下次有新货给我发动啊！我红包，那个姑娘来的红包发给你。发、我每年都给他们发红包，今年你少不了你的，好不好？好。嗯。这个你的。sorry， 谢谢你。OK， 不客气。今天的话出来收了这一手的小耳饰，颜色真的是非常好看。喜欢的姐姐千万。我一个槟榔送给你。不要槟榔，你这槟榔少吃一点，对身体不好，知道吗？我怎么？对身体不好。喜欢瑞晨的视频，不要忘记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。咱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